对，那我个人也是不太喜欢吃那么软的饭，像不吃软饭，我都靠自己。因为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对，一帮帮。当然，如果有个 Sugar Mommy 的话，我也是蛮开心的。这边请下刀。好的。哇，你这个也是我们很强的选手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也是曾经拿过 MVP 的哦。哇，他也不好对决哦，阮少荣。阮少荣，请出列。你刚刚很老神在在，但你怎么上来有点激动呢？因为我的米还没泡好。完蛋了，米还没泡好。我从来都没有第一，我每次都最后的。我想说，那我今天应该米不用太早泡，结果我才刚泡下去没多久，抽到我，我快晕倒了。今天要做一个港式的荷叶糯米鸡，但是因为没有糯米，所以我把它用蓬莱米来取代，然后一样用这个油发的技术，会在热油中加入水，只要油温掌控得好，它不会油爆，可以快速的让这个米去熟成，然后达到粒粒分明的效果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东西做完之后，我可以拿去冷冻冷藏，然后再次回蒸、二次回蒸，它都不会烂掉。所以如果说有厂商有需要做真空包，可以找我。哎，厉害，顺便业配。对对对，大师兄果然不一样。然后再一个的话，就是要做这个肠粉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是米的原型，是，那我把它打破它的原型去做这个肠粉，用现打这个米浆的方式，然后现煮一个肠粉的汁在里面，这样子。哦，你现在包了？对，因为它这个还需要稍微蒸一下，那我们一般吃到的这个，它通常都会比较的软烂。对，那个人也是不太喜欢吃那么软的饭，像不吃软饭，我都靠自己。因为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对，一帮帮。当然，如果有个 Sugar Mommy 的话，我也是蛮开心的。是不是也要被记警告？